Hello，那我就是保罗。说白了啊，这个捞汁儿的其实就是凉菜，辣炒的就是炒菜，就这么区别就是这个。回家冷冻保存，解冻就能吃。儿子，你吃不吃脚丫了？不吃我都吃了啊。快干了！嗯，不错。鲍螺这个螺，这种海螺它是没有沙子，一点沙子都没有，它没有沙子啊。有的时候它可能吃到嘎巴就行，它是壳啊，那壳特别薄，有的时候会粘到肉上面。